我们的这个今晚上的课题。好，那现在已经8:43了。来，首先让我来欢迎今晚上来到我们的这一个线上分享会的来宾们。请问线上有哪位是来宾的吗？哎，如果有的话，来，你可以给我一个爱心吗？刷上一个爱心可以吗？有吗？我们线上有来宾的吗？来，给我一个爱心，好不好？嘿，我看到伊娃，来，谢谢你的爱心，还有我们的 SKLIM，来，晚上好，欢迎你。OK，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线上的美容顾问，美容顾问，目前你还没有招募美容顾问啊，就只有你一个人而已。OK，即将你就会晋升的。OK，美容顾问来，美容顾问来给我飘上爱心好不好？OK，有吗？线上有美容顾问吗？来给我多多的爱心哦。好，我看到慧心你好，Nancy 你好，Winnie 你好，Josephine 你好，Annie 你好，Adeline 你好。OK，好。线上有没有资深美容顾问呢？就是你已经有招募了1到2位的美容顾问的，要开始认识自己的方格了哈。OK，有招募1到2位美容顾问的，欢迎你来飘上爱心给我。好，Jasmine 你好，Suzanne 你好，Winnie 你好。OK，好，那接下来有没有红外套以上的呢？红外套，OK，就是有招募3位美容顾问的。哎，还有 Samantha 资深美容顾问哦，来 Michelle 干资深美容顾问，来大家好，OK 好，有没有未来督导在线上呢？如果有的话，来也给我飘上爱心，OK 有吗？好，来接下来呢就由我来 Sarah 欢迎大家，好。那还有我们的妹妹督导，妹妹资深督导，来跟大家飘个爱心 Hello，飘上来，飘上来，我是妹，我是 Senior Sales Director，要讲一下，所以要让大家习惯了，你们要记得你们今天在哪里，没关系的，今天在哪里不重要，真正决定的是你的心态，OK？所以大家敬请期待今天的课，真的会很好玩。OK，好，谢谢妹妹老师。好，那事不宜迟了，相信今天线上有24位朋友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国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分享会是有所目的的，对吗？是因为接下来我们下个月即将要推出的这一个美容圣品我们叫它叫做还有一个名字哦，今天我才听首席妈讲，它是一个令人会美的极致的美容圣品哦。OK，好，事不宜迟哈，我的 slide 我就请它出来了。OK，好，这是我的 slide，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哦。等一下啊，我的 screen 怎么又跳出来的？OK。稍等啊，我 share 一下我的 slide，一直跳。OK，好，我的荧幕大家看得清楚吗？OK，如果清楚的话，来给我一个一，好不好？OK，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给我回应。哎，Michelle，我看到你有直接 message 是 direct 给我的嘞。你要去按to everyone，所以你的信息大家才会看到哦。OK，好，谢谢大家给我的回应。来，事不宜迟，来，今晚上呢，我们的主角就是他，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突破性的这个科技，也是在我们玫琳凯事业上首次登场的医美等级美容圣品，期待吗？如果期待的话，来给我刷上一排满满的爱心。OK，好，这一个呢，Clinical Solution 它总共一套会有2样
两样产品的 ，OK， 一样，其中一样呢就是 Retinol 0.5， 那么呢，另外一支呢就是 Calm and Restore Facial Milk， 所以这两个组合呢，就是用它在这个礼拜帮助我们在皮肤上做一个更新啊、哦，更新哦，这个组合就是有他们两支，他们两支呢，不是单单靠他们两支发挥的，还要搭配我们的平常的那一个保养品来帮助我们在这八个礼拜里面哦去更新我们的肌肤。OK， 好，来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好，来我们来看看下这一个时尚的新宠的护肤化妆品。好，其实它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那一般上呢，我们在用的这一个保养品哦，我们都是叫做 cosmetic beauty，OK，就是美容品咯。保养品、护肤品、美容品哦。那么呢，如果有一些人他想要寻求快速很美的方案，是有人 consult 或者是帮助他去迅速改变的 ，OK， 那种叫做由医生来操作的，我们叫做这个 skin health。OK， 如今呢，我们 Mary Kay 呢非常棒哦，它突破的这一个科技呢，就是介于我们的美容品。哦、保养品和这个医学医美的这一个中间，所以它延伸出来的这个名称呢就叫做 Dermocosmetics， OK， 华文呢就叫做医学护肤品。那如果你是要用 skin health 的产品的话呢，是要由医生来 consult 你，然后指引你，你要跟着医生的指示。那如果我们平常时在 Mary Kay 我们用保养品，我们是讲究个人的护肤方案，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用我们的招募者啊，然后公司来教我们使用我们的产品啊，怎么样去依照个人的皮肤，然后呢平时我们的 daily care 或者是 weekly care 或者是你的长期护理需要怎么做。那因为这一个呢它结合了在一起，一样的它的这一个产品的成分它是 up level、哦、提升了 up 了它的这一个 level， 它的成分，那么呢它的用法依然是有一个使用步骤使用方法的， OK， 好，所以我们也叫做它成为医学等级的护肤品。好，这样解释大家可以明白吗？如果可以的话来给我打上一个111好不好？好的，谢谢大家。OK， 好了，到底呢这组产品适合的对象又是谁呢？好，那是否你自己你自己本身是那一种哎呦很爱美的，是一个很爱美的人，相信大家来到这个线上呢都是爱美的，对不对？是很爱美，爱美到哦我不能等了，我就很想快点看到那个效果，我不想一直一直这样子、哦、慢慢用慢慢等，我忍不住忍受不到，我就很想要快看到最好的效果，有吗？有吗？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如果有的话来给我打上222、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要快看到效果，我很紧张、我没有 我不敢，我不想等了。 OK， 好啊，有哦，222，对对，太棒了。现在的人呢都是很急的，很想看到快看到那个效果。那呢你有没有一群人哦，你自己哦，就是你很向往追求这一些高科技很崭新技术的产品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有吗？如果有的话来给我打上333好吗？我要最 high end 的 technology。不是只是这样子洗呀、啊，给我涂上去呀、啊，然后基本的保湿啊、保护这样罢了的。我要高科技的，它能够帮助我的细胞蜕变的，有吗？哇，线上也有哦，看到好多姐妹 ，Susan、Michelle、Samantha、Regine，OK，、okay? 好，太棒了 ，OK， 这组产品就是非你所属了 ，OK。有没有人觉得说，哎呦，我一直以来都在用这护肤品、保养品，我很渴望有一种叫做医美。皮肤专家的这一个研发的属于一种 Medi Spa 的护理 ，OK， 能够帮助我快速达到的 ，OK， 安全的、有效的 ，OK， 有人指引我的，有吗？如果有的话，来给我打上444。OK，
好，有哦，也有啊，好多姐妹哦，哦，包括我们的来宾 Eva、Josephine On， 大家都有说，哎，我也很想要有这样子，渴望有皮肤专家或者是 Medispa 的护理这一种方式的 ，OK？ 好，来，接下来问问自己，如果你是爱美的人，我们都讲嘛，对不对？天下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嘛，这个是大家都懂的了嘛，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一种人说，好，只要美、安全、可靠，我不介意哦，投资在自己的护肤上 ，OK， 我愿意投资啊。然后呢，价钱呢，哦，太棒了，在 Mary Kay 的话呢，你用上的都是五星的产品，但是价格肯定是三星的 ，OK， 还有品质保证，还有专人跟进你、呵护你啊 ，OK， 有没有啊？有没有这种人啊？有的话，来给我一个555，好不好？只要是安全性、可靠性、有效性、高效性的话，有人有这个保障的话，那我绝对是愿意投资在我自己的身上。OK， 好，太棒了，给你们大大的掌声，大家都很合格。OK， 大家都是属于这一种群体哈，是重视效果的消费群体。所以呢，这一种重视效果的消费群体呢 ，OK， 这组产品是没有限制年龄的。OK， 一般上我们是说20多岁以上。OK， 我们大家现在的环境，我们上周哎，不是上周哎，前几天我们才有一堂课，我们讲到蓝光。OK， 现在蓝光无所不在。OK， 我们每个人 work from home， 我们每个人在家里呢 study。OK， 我们都离不开我们的灯光。OK， 我没有晒到太阳，可是我家有灯光。有补光灯，我做直播拍摄，对吗？那么我上网课，我对着电脑，然后我对着我的手机，那么我休息，我 relax 的时候，我去看 iPad 看戏，追偶像剧，对吗 ？Netflix 看 Conjuring， 或者是我看一下 TV box， OK， 长时间，你问你自己，基本上一天有没有对着蓝光超过3个小时？有吗？来，有的话来给我一个666，666 ，OK。啊，我看666的有几个啊？太棒了，666啊 ，Eva、Michelle、Suzanne、Winnie 666，九九也666 ，Nancy， 哇哇哇，我念不及了，太多了。你看，我们超过一半的来宾美容顾问哦，大家都对着我们的蓝光超过3个小时，所以基本上每一天你最少哦对着蓝光3个小时，就等于暴晒1个钟头了。思想。是不是我们的老化迹象，或者是要预防老化的人群要越来越早了？所以呢，只要你的条件是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状况底下，你很想预防，或者是你说，哎，我已经开始有一些老化、下垂、色素不均匀、斑斑这种等等衰老的迹象，你想要逆转它，快速补救它，对啦。你就是属于适合的对象，所以呢，这一些对象，这些顾客群 ，OK， 包括我们自己啦，我们使用这一个医美学的这一个护理哈 ，clinical solution 会搭配我们平时的主力护肤系列的 ，OK， 啊，有没有人在用这伯德尼哥的、啊？如果有的话，来给我打上伯德尼哥。有没有人用这 TimeWise 3D 系列的呢？如果有的话，来给我打上 TimeWise 3D 系列。OK， 如果有人用 Timer Repair 的，来给我打上 Timer Repair。OK， 又或者是你有用着我们的 Lumi V 系列，哈 ，OK， 好，所以呢，我们的这一个主力护肤系列，它要搭配着我们今天的这个 Clinical Solution 而使用的。好，来这边大家都可以很清楚明白咯，也了解自己是需要的，对吗？有兴趣的。好，谢谢大家的回应哦。好，来，我们来进入这个产品，了解这个产品啦。来，我的产品就在我的手上 ，OK， 它很大只，它很大只 ，OK。那么呢，它的这个 ml 的话呢 ，for 这个四黄醇 ，OK， 这一支哈，旁边这个 retinol 0.5， 它是35 ml 的，大概像我们高过我们的 foundation。因为它的瓶盖这里，它的设计 ，OK， 比较长 ，OK， 然后另外一瓶呢是我们的这个 Calm and Restore Facial Milk， OK， 它是75 ml， OK， 好，这组产品呢是来自美国 ，Made in USA 的 ，OK，
好，这套产品呢，为什么让人这么欣喜呢？它是有透过纯 0.5 的视黄醇来帮助我们预防或者逆转老化的现象。来，告诉我，我们大家都是不是很怕老啊？对吗？我们要保养，主要就是说，哦，不是等老才去抗老，我们是想要预防老化，对吗？每个人都怕老的，对不对？所以呢，只要你担心有衰老迹象的话呢，这一个是我们的首选，作为我们的这一个护理，又或者是我们要锁住、冻龄着它，不要让它持续老化，哈。OK， 蓝光太厉害了，压力太多了，环境改变不到，那我们就只好用这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所以呢，视黄醇呢是皮肤科的黄金标准成分。Okay， 所以大家使用这视黄醇的产品的时候不担心，它是经过我们的这一个团体，我们的这个皮肤科团体 OK 来做这一个研发，它是在黄金标准成分，而且它是能够活化我们肌肤表面的细胞，帮助它更新的。所以你问我这道产品，它的主打啦 OK 主要是什么，它就是帮助我们活跃我们表皮的细胞更新。好，你们知道什么叫细胞更新吗？大家知道吗？来，如果知道的话，来给我打上一个一，细胞更新。OK， 知道什么叫细胞更新吗？细胞更新是怎么样一回事？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来给我打上一。OK， 好，有我们的 Michelle 是美容师，她一定知道咯。好，那其他的呢？如果没有反应的话，可能你们对细胞更新是不大了解，对不对？好，没关系，我后面会跟大家补充。好，大家都说不知道，妹妹老师讲000，直接送鸡蛋给我吃。好，不用紧，后面我跟大家解释啊。OK， 怎么样去知道一个细胞更新的过程，后面会讲解。但是如果你细胞更新的过程慢的话，就是用它咯。OK， 好，第二支呢就是 Calm and Restore Facial Milk。那这支产品呢，主要就是帮助我们舒缓皮肤敏感。OK， 好，它的这个很棒的成分呢，就包括了椰子。OK，coconut， 还有这个可可八仔精华。OK， 我们很多 Mary Kay 的保养品当中会有这个可可八仔精华的。大家猜猜一下，有哪几组产品有 ？OK， 这些都是高效滋润、保护皮肤、锁水滋润的产品。OK， 还有红花，还有橄榄精华。OK，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舒缓，达到舒缓的作用。然后呢，另外还有这个甘油，还有这一个甘蔗的角鲨烷。Okay， 有些人听过角鲨烷的话呢，如果在外面你听到，一般上是萃取于这一个鲨鱼的。如果有些人是要有环保意识的人，他们听到角鲨烷很怕。Okay， 我告诉你，我们的精油也有角鲨烷啊 ，naturally oil。可是这个精油的角鲨烷是来自，应该是没有错的，是橄榄那一边的。但是这一个 Calm and Restore 的话是来自甘蔗的角鲨烷，就是这一个植物的这个提取，所以这个帮助我们保湿滋润。所以这边呢都是很天然的一些植物的成分在当中，是不是很棒呢？来，如果觉得棒的话来给个赞哦。对对对，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就是一个大爱环境，使用天然的成分，绝对安全的。因为呢，大家都是有一种同理心，很多人我们都懂啊，都会跟你表示说皮肤呢很容易敏感，用到不干的东西，皮肤会敏感，或者皮肤很容易脱水、干燥，很容易发痒这种。所以这个产品当中呢，等下后面会跟你讲解，那它会有些什么反应？那针对会有皮肤敏感啊，会比较 sensitive 的人呐、啊，到底它怎么样可以用啊？后面会跟你分享咯。好，来，现在呢，我们进入这一个产品知识哈，大家稍微需要做一些笔记呢，或者是洗耳恭听了解一下，因为它跟平时我们用的这一些普通保养品呢，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它是有结合我们的这一个天然跟这一个化学合成的这一个成分。OK， 好，来，我们先首先了解什么是视黄醇。OK， 视黄醇呢是一个成分，它是帮它也是叫做维生素 A 的衍生物。OK，
好，它是一种超强功效的成分的。那我想问问一下我们的美容顾问啊，在线的美容顾问啊，你们在用这的这一些，或者是你知道 Mary Kay 的保养品当中有哪个系列是有丝黄醇的呢？来考考大家，美容顾问。你可以把你懂的答案写上来，没有对和错哦。OK， 哪一套系列，哪一组系列是有这个丝黄醇的？来考考大家。嘿、hey, ，来，我们的 Samantha 说 Timeline Repair。OK， 好，太棒了，太棒了。是的，我们的 Timeline Repair 当中呢，有一组叫做Night Treatment 的，它里面呢是有这一个丝黄醇的。因为要用到 Timeline Repair 的人，皮肤都会处于在35岁左右的年龄，皮肤已经就是在这个衰老的过程当中了的，甚至很可能出现老化、下垂、皱纹、暗淡、斑这些、毛孔、老化的毛孔迹象 ，OK 等等。好，这个丝黄醇会出现在这一个属于皮肤已经老化的，主要呢这个丝黄醇哦，比较一般的系列产品呢，它的这个功能会比较高效。作为在抗衰老那个部分，那今天我们来了解这个丝黄醇哦，其实它有很多好处的。好，这个丝黄醇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皮肤细胞沟通的桥梁。OK， 好，我们要把这个产品注入在我们的皮肤的细胞里面，其实就是透过这个成分叫做丝黄醇，它把它 connect 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打开我们的皮肤细胞的沟通渠道。OK， 好，第二呢，它是一个抗氧化剂。如果我们要保养的话呢，很多保养品都会有这一个抗氧化。如果皮肤没有氧气的话，一个人没有氧气的话，也会很快老化，暗黄，对不对？衰老，所以它是一个含抗氧化剂的成分，同时它可以帮助我们抗衰老。然后也可以呢淡化表皮的色素，然后促进我们皮肤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这个字相信大家都懂了 collagen 哦，对吗？所以它可以促进皮肤的胶原蛋白的生成啊，然后减轻炎症发炎，就是说皮肤很容易翻红的人啊，炎症发炎，然后它可以收缩毛孔，然后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控油，特别是那些人皮脂比较旺盛的人呢，它可以减少皮脂的溢出，然后减少术后并发症。所以有时候呢去给医生做了一些手术呢，他会给你一些产品涂在脸上呢，是含有这个丝黄醇的，它可以减少术后并发症。然后同时丝黄醇也用在治疗痤疮，改善橘皮的这一个现象啊，所以你看哦，它很棒的嘞，这么多的功效哦。好，这个就是丝黄醇啊，它很棒哦。好，可以理解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下。好，那什么是 Retin A 类维生素 A？ 它们两者到底和丝黄醇有什么不同呢 ？OK， 好，来看这个图哦。好，这个图呢就是一组来自类维生素 A 的化合物语素 ，OK， 可能呢，你第一次接触保养品或者是医美产品的话，可能你听了会 blur blur 啦。丝黄醇的话，可能很普遍在保养品里面啊、特别是抗衰老的，你容易看到有这个成分 ，OK。好，它们三者的差别呢，就是你可以看哦，它下面这里就是有跟大家讲解了 ，OK， 好。丝黄醇它的性质比较温和，它是非处方药，不是医生开出来的，不需要经过医生的。OK， 类维生素 A 是性质较强烈，其实丝黄醇是由类维生素 A 延伸出来的。OK， 好，然后呢，它有分为非处方药和处方药，就是有医生开出来的处方，或者是美容的方面。美容在这个美容保养品方面的非处方药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 Retin A， 好 ，Retin A 呢，你看类维生素 A 和 Retin A 都是叫做丝黄酸 ，OK，
Okay, 其实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家族，只是延伸出来变成不同的名称，跟他的性质也变得不一样。所以性质比较强烈的话呢，是 Retin A， 它是属于医生开出来的处方配方。Okay? 好，当然性质比较强烈的话，它可以直接影响皮肤，你涂上去，它在短时间，就是大概它功能比较快，六到八个星期去改善你皮肤的症状。然后主要呢，这种 Retin A 是治疗炎症、击退黑色素、治疗我们皮肤的皱纹、细纹等等的这一些迹象。那如果是视黄醇 ，OK， 我们来看个对比啊。视黄醇呢，它比较温和嘛，然后不是经过医生开出来的处方，调配出来的处方，它是属于天然形式的，然后它可以用来使皮肤亮丽光滑，防止皱纹细纹，所以呢相对来讲，因为它比较温和，所以呢需要就是它是在我们的保养品里面，它的功能呢会来得比较慢哦，相对，所以你用的话是要在长时间用、一般上在六个月以上，你用越久你皮肤越美，如果是含视黄醇的。 OK， 好，那如果是类维生素 A 的话呢，主要这一个类维生素就是帮助我们加速细胞的更新率咯。主要呢，其实这三种名称啊 ，Retin A 也好，视黄醇也好，类维生素 A 也好，都是针对细胞的更新率，帮助我们疏通毛孔。所以我们这一个产品配方当中呢，它叫做 Retinol 0.5。Okay, 它是属于黄金合格等级的，就是在这一个 level Retin A 0.5 合格安全，而且是黄金等级的，我们前面有讲到 OK， 然后还有这一个是它是属于这一个类维生素 A 延伸出来的 OK， 延伸出来的，然后它也有混合了美容界使用的这一个视黄醇，所以这一套产品它是有 Retin A 0.5 加视黄醇，它的这个主要成分发挥着，让我们会在八个星期里面就看到它的这一个改善。 OK， 好，讲到这里大家还可以 get 到吗？明白吗？ OK， 如果不明白的话呢，你可以留言的。那主要简单来说，不担心，即使有这一个性质较强烈，但是它不是让皮肤会导致严重会不好的一种成分，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它是属于黄金成分 Retinol 0.5， 是有经过我们 Mary Kay 的一般医学团体在后面做了很久的一段的皮肤人体皮肤测试效果很好大家认可才推出，所以 Retinol A 0.5 是一个黄金等级，然后呢也混合了美容界的这个视黄醇的成分，来帮助我们直接治疗加速皮肤的这一个细胞更新让我们皮肤变得更光滑更亮丽，改善老化迹象，淡化色素等等。 OK， 好，那我看到线上 Michelle 二话不说就都在回答说 OK 了，好，大家可以明白吗？如果明白的话来给我个 OK。OK， 好，非常棒，谢谢大家的回应啊。好，谢谢大家。OK， 来了，这里呢，我们就来看看一下关于我们皮肤的细胞哦。这是我们的皮肤图。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皮肤哦，其实它是有很多无数数以万计的这一些细胞。你看啊，这些圆圆可爱可爱的就是我们的细胞。好，我们的皮肤的细胞，我们的皮肤结构它也会分为三层。好，第一层这边呢叫做表皮层。OK， 你看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死皮咯，它会脱落咯。OK， 然后中间的就是真皮层，真皮层就是有胶原蛋白呀、弹性纤维呀、我们皮肤支撑皮肤弹性的那一个 spring 的那个层。那一个层结层哦，然后最下面的就是我们的皮下组织，有脂肪有肉等等哦。好，我们的皮肤是有很多的细胞组织的，那么呢就在这一个真皮层里面细胞跟细胞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成为一层的这一个皮 OK， 那么会经过 OK
正常的话啦 ，OK， 年轻人啊，十多岁啊左右的，他们在28天皮肤会自然的更新，就是它会表皮的死皮脱落过后呢，最新的那一层细胞，新的细胞它就会在我们的表皮啊来保护我们的皮肤咯。大概这整个蜕变啊，从它是新的表皮，从里面 OK 蜕就是细胞这样子，它从一层层的这样子，以此类推 ，OK， 推到出来 ，OK， 那么最外面的这一层就是死皮层，所以这一个更新的过程，一般年轻人是28天，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对蓝光很厉害呀、生活压力啊，等等啊，或者是新陈代谢缓慢啊，所以我们的细胞更新会很慢，甚至远远超过28天，可能怎么样去看？皮肤的细胞更新过程很慢呢，就是可能你长了一颗痘，你的痘痘消了退了 ，OK， 剩下那个疤痕印啊。那么以前如果是在十多岁青春期的时候，可能如果你用对的方式，也许它在2个星期、1个星期，大概它就会从这个长到退的过程，它就慢慢淡化。但因为皮肤的我们的人体细胞退化缓慢。所以可能在1个月后甚至2个月后它才会淡化，所以这个就可以辨别你的皮肤的细胞更新过程新陈代谢到底好不好。好，所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视黄醇产品里面有视黄醇、也需要30到60天的这一个时间来帮助我们增进肌肤的细胞更新过程 OK， 30到60天，所以即使你用这有视黄醇的产品，它也需要一点时间，它不能马上，因为它真的不是药 ，OK， 因为它是一个前面有讲了，它比较慢，需要长期用。你越用皮肤越细胞更新越快，那么你的皮肤用久了就越美 ，OK， 这是视黄醇最少也要有2个月到3个月去发挥它的功效。好，所以健康的肌肤脱落到再生大概是30天，所以是跟着每个人的皮肤情况而定的。所以在线上的你们，你觉得你的皮肤细胞更新快吗？如果你觉得快的话，来，你可以给我打上111。如果你觉得你的皮肤细胞更新很慢，你就打上222，好吗 ？OK， 先认识自己的皮肤先啊。哎，妹妹老师说更新很快，111。OK， 有人说 1.5， OK， 好啦，1.5 就是处于快又慢那一种症状， OK， 好，222，大部分的人都打222， OK， 那非常棒了，我们就是需要使用到这一个clinical solution， OK， 我们的视黄醇精华。那么呢，你用这套产品的时候呢，你很可能会经历就是毛孔堵塞， OK， 你初初用的时候， OK， 已经做了人体测试，那一群人我们不是白老鼠哈，我是告诉你说，我们的医学团体在背后做研发的时候，研究在人体身上的时候 ，OK， 反应是你用它的时候，很可能你的毛孔会堵塞的，会长痘痘的 ，OK， 那么皮肤甚至会干变干，会脱皮，甚至会痒，然后会出现一粒红红，甚至会产生刺痛等等。Okay， 我就有这个迹象，因为我本身是敏感9年啊 ，before 我加入 Mary Kay 是敏感9年的人，所以我的皮肤是很薄，然后呢，很容易出现干燥，甚至泛红啊，有时候会刺会痒的。但是我用这一套产品的话，我会有出现呢，干燥和这个刺痒，然后呢，在我 T 区出油的地方呢，我会长痘痘，但是啊，痘痘不会很多。它只是长额头一颗，下巴一颗，或者是鼻子一颗，它不会爆很多痘痘出来，它不会。诶，所以大家必定要给自己一个预防针，这是正常的。皮肤在接受了这个产品，因为皮肤接触到这一些视黄醇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它皮肤正常起的一个反应。所以当皮肤接触这个产品习惯了以后，它就不会了，这是起初会而已哦。OK， 好，可以明白啊。对，所以呢，它的使用方法是真的是很简单的。无论你遇到以上的4种迹象，你不要放弃使用它。
后面我们会有请来一个棒棒的老师，他就要分享他的亲身经历的过程。给大家千万不要离开啊！你要看到底那个反应去到哪里，我们就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大家分享。OK，好，那么还有跟大家分享我们其他一些精英老师他们提早使用的一个过程。OK，其实是给你们知道啊，是这样子的，正常的。所以你要坚持去使用哦，你要先相信它，你要先相信它，你后面看到的这一个效果呢，就是非同凡响的。极致的，所以你持续早晚使用。如果你皮肤会出现这样的症状，你一定要好好用这一支 Calm and Restore Facial Milk。OK，步骤后面会跟你们讲啊。如果有出现这样的迹象，早晚你都可以用这一支东西。OK，但是这一个的话是不是天天用的？后面会教你。OK，这个视黄醇呢，不是天天用的。那么呢，减少使用 Retinol 0.5至2。就是0.5 OK，如果你皮肤会出现有不舒服的迹象，那么可能你就挪后两三天才用。OK，比如说我是逢星期一用的，但是我皮肤会出现这样不舒服的迹象，可能我就挪到拜三左右使用，等皮肤比较舒缓的时候再用。OK，好，这样子可以明白吗？来，如果可以明白的话，来给我个 like。OK。好，谢谢冰冰，可以明白吗？可以啊，可以啊。好的，好，这个视黄醇呢，它是一个为期8个星期的疗程，它不会在你一用的时候就马上产生快速的效果，因为它需要在皮肤上，跟皮肤沟通，然后跟我们的细胞沟通，然后再督促我们的细胞工作更新，所以呢，应对的方法就是我们用它的时候呢，它是在整个脸涂抹这个 Retinol 0.5。OK，大家要记得啊，请勿不要用按摩的方法，不可以按摩，No，你只能够用涂抹的方法，涂抹的方法，OK，涂抹推开它就好了。OK，它叫你用一个泵，你就一个泵，然后点在你的脸五个点。过后推开涂抹涂均匀就好了，OK？好，那使用爽肤水过后，你必定要让你的爽肤水呢就是干透，就是不要半干式或者是湿式，干透，OK？不要涂在潮湿的肌肤上，然后呢不可以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啊，因为细胞要做工了，因为阳光是真的是对皮肤现在啦，现在的阳光、蓝光，这真的是对我们的皮肤是伤害比较高的，不要直接暴露在阳光下。OK，那你要做这个疗程，当然你就避免就是我有种，现在不可能去海边吧，对吗？就是你有种植，或是去你的屋内、屋外，OK，会有晒太阳，或是你去运动，避免暴露在阳光下。然后呢，不要让皮肤暴露在高温、潮湿或者是多灰尘的比如说你在收拾家里呀、装修啊，如果你真的是最近在忙收拾家里的话，你现在不要开始咯，或者是你开始你就避免去接触这一些灰尘，OK，潮湿的，好，然后白天一定要使用防晒品，因为使用防晒品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抵挡紫外线、蓝光，然后避免皮肤在更新工作的时候又重新遭到伤害，就会影响它的整个发挥的好处，OK，好。这里应对方法，大家理解吗？明白的话，来给我打上888，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的回应。那当你收到产品以后呢，你会有这一个说明，OK，指标。教你怎么样去使用，所以呢，这一个粉红色的卡，它会说明产品的使用顺序，白天、晚上，还有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怎么用，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怎么用，第五个礼拜、第六个礼拜怎么用，第七个礼拜、第八个礼拜怎么用。大家一定要好好看清楚它的指示，后面我也会跟大家做一个go through 啦。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有这个 tracker。这个 tracker 已经帮你画好好了这一个格子，就是第一个礼拜、第八个到第八个礼拜，星期一到星期日，
你是在哪一天使用，你必须把你使用的那个日期填在这个表格上作为跟进，然后这里就有很清楚的一个说明 OK 步骤，然后多少个半，然后次序怎么用。它很，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医美等级的，虽然没有医生在我身边，但是这个是安全有效可靠性，然后公司是真的有一个很好的方案、哦、很好的一个记录表格来让我们好好跟进，所以你使用它的话呢、你跟着这个方法用就可以了，很简单很单纯的 OK。 好，那我们来看看一下，好，它的使用方法呢简单跟大家沟通啦，白天就是晚上的时候 OK， 你不管有没有上妆你都一定要卸尘脏 OK， 卸肮脏、哦、卸灰尘等等的 Makeup remover 第一个 step OK。好，如果你有用的用，如果你有用这个 Mr. Water 卸脸 OK， 你就先卸脸哦。好，之后再用它来卸眼睛，我们的这一个第一名的卸妆水 Oil Free Eye Makeup Remover。 好，这个第一个步骤。好，来，这里有个温馨提醒，来到 Cleanse 这个部分，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容易过敏的，就是很容易泛红，皮肤比较薄的，很容易干燥的，皮肤容易发痒的，来，有没有这种人呢？如果有的话来给我 555 好不好 OK。 好，我看到有人回复我了 555。 好，灰心也是。好，如果你是这种类型皮肤的人，我会温馨提醒鼓励你，你可以用我们的 Botanica 的这一个配方的洗脸霜，看你的皮肤性质啦、我是属于混合性，我用F2 我用它，因为 Facial Milk 这个洗脸霜它是 Milk Type， 它比较温和 OK。 好，因为前面已经有跟我们讲了，我们用这个产品它会正常的一个反应，皮肤比较容易干，甚至会有脱皮或者是痒，所以我用它皮肤就不会这么不舒服啊。我还用抹脸布来抹脸的 OK。 啊，好，那如果你的皮肤是属于比较油性，或者是皮肤的这个肤质比较厚的一般上皮肤油性皮肤的人啊，或者是皮肤角质比较厚的人 as normal 啦，如果你用回 Tamai 3D 的，或者是Lumivi 的洗脸霜等等，你就照用回 is OK。 但是针对皮肤比较薄比较敏感的人，你可以 standby 开始用这一个OK。 好，那接下来就用我们的 toner 任何的 toner 咯如果你用 Tamai Softener 你就用 Tamai Softener， Botanica 的你就用 Botanica 的咯 OK。 好，后面下面会有提醒你什么产品不能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的 Eye Care， 任何的 Eye Care OK， 除了 Eye Mask 不能够用，眼贴不能用，Eye Care 可以用，任何的 Eye Care 可以用 OK。 好， Eye Care 用完了以后，接下来呢就是 Retinol 0.5。 好，这里后面会有说明的，在第一个星期到第四个星期都是 mix 起来一起用，等于说这个 Retinol 0.5 一个泵，这个一个泵掺起来均匀它，过后涂在脸的五个点，第一个礼拜到第四个礼拜是这样子用 OK。 第五个礼拜到第六个礼拜的话是一星期用两次 OK。 那么呢它的用法呢是有分次序的，这个前这个后 OK。 第七个礼拜到第八个礼拜是用三次到五次，要看个人的皮肤，所以你用的时候如果你是来宾，你要让你的美容顾问一起跟他讨论你的皮肤进展到哪里，鼓励大家每个礼拜都拍个照看看一下自己皮肤的进展，或者是方便让你的美容顾问招募老师督导跟进你们的皮肤进展。因为 后面六到八个礼拜是用三次， maximum 是五次，如果是皮肤比较老化的人还可以去到五次，但是一般上皮肤我们在二三十岁的话三次左右咯，到 最后三个礼拜，所以就是次序就是这个了，这个了 Retinol 0.5 了才到 Calm and Restore Facial Milk 咯 OK。 好，过后呢就是我们的 Facial Oil， 所以 Facial Oil American 有两种啦，所以大众化的呢就是这个 Naturally， 或者是你要用 Ufinity 都可以 OK。
那么你可以 mix 在这一些保湿。Okay? 如果你皮肤是比较偏就是混合性啊油性，你可以掺 oil free 这个 oil free 的紫色的小纸。如果像我皮肤这里比较敏感啊，容易发红的人呢，我是用这一个 intense， 我用 intense， OK， 好，依据你的皮肤，你可以选你的这一个 moisture 是哪里一个， OK， 好，最后白天温馨提醒啦，一定要用防晒， OK， 晚上的话呢，就是 skip 掉第八个 step 就对了，明白啊？可以啊，大家理解啊？OK， 所以在这里有温馨提醒你，使用这一个八个星期的过程，这个疗程当中呢，避免用 clear proof， 如果还有爆痘痘的话，不要用任何的这一个竹炭面膜或者是抗痘精华等等 clear proof 系列有那一种我们的这一个抗痘成分的产品全部 stop， 不能够用，因为都有一粒都不要用。Okay? 因为什么？你会干扰自己皮肤的 active， 因为它要让你皮肤有那一个功能啊 refunction 回，所以你用这些产品的话，你皮肤的细胞是不会自己做工的。好，首先你问防晒 milk 或 lotion 都可以用吗？可以，是依着你的皮肤需要都可以用。Okay? 好，探外抗皱和夜间护理的产品，所以探外 repair 的那一个 night cream， OK， 有用这的不要用， OK， 抗皱夜间护理啊， night treatment 罢了，不能用。然后磨砂的产品，我们的 microdermabrasion， botanical F2， OK， 不要用，这种去角质的产品不要用， OK， 所有的精华 stop， 抗皱精华也 stop， 美白精华也 stop， serum C plus E 也 stop， 还有我们的这一个Youfinity 系列的精华，全部精华 stop。OK， 因为就是一样的道理，让你皮肤简简单单，透过这套产品帮助你激活你的细胞，所以八个礼拜你没有用这一些辅助品 serum 抗痘的，它自己会做工。OK， 好，明白吗？啊，为什么不可以用？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哦，它要让你自己的细胞做工，啊，你就不用，就是可以快速让你的皮肤自己新陈代谢。快速起来，可以哈，来这边可以明白吗？如果 OK 的话，来给我个 like 好不好？OK， 好的，看来大家都很明白了哈。好，所以呢，这一个八个星期呢，就是要 train 你的皮肤 become amazing。变成很极致很精致啊，来帮我把这个字打在你的那一个 chat box 那边哦，八个星期让你的皮肤训练你的皮肤变得更极致精致， train your skin 8 weeks to amazing， 你要训练你的皮肤细胞变得更加精致， OK， 它的功能就是这样的。OK， 好，所以这里就是刚刚我有讲的咯，第一个礼拜只用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只用一次，就是一个泵的 retinol 再加一个泵的这一个 cream and restore milk， 一个泵。OK， 如果你星期一用的，那你第二个礼拜也跟着星期一用，除非你皮肤有出现不适的感觉，那么你就可能缓和后面挪到一两天这样子才用。 OK， 好，那第三个礼拜到第四个礼拜呢，仍然是这一个星期用一次的，然后呢就用我们的这一个 Cream and Restore Facial Milk， OK， 就是一个泵的那一个这一个泵用了擦全脸之后再用这个一个泵擦全脸， OK。好，那第五到第六个礼拜的话呢，就是用两次 ，OK， 比如说拜三用，然后隔开三天再用，这样子 ，OK， 不要频密用，通常细胞更新脱落，大概你隔三天会比较好 ，OK，
如果拜一大概就是大概拜四这样咯，拜二大概就是拜拜六，拜二大概就是拜五这样子咯。OK， 好，所以顺序一样是先用了这一个，再用这一个。好，好，来到第七到第八个礼拜的话呢，就是大概用三次到五次一个星期。前面我有表明哪一种皮肤的人需要用到五次啦，除非你皮肤角质很厚很老化，可能那一种年龄群是在于40多岁、50多岁、60岁那一种，可能他星期那个星期都可以用上五次。那一般上呢，在40岁以下的话或者左右的话，三次就很够了。所以这边就可以开始，一皮肤适应了，那么你就可以隔一天用，隔一天用。所以它的用法的话呢，就是一样的顺序，这个一个泵，这个一个泵。记得不可以按摩啊，然后皮肤是要干的。OK， 好，这个使用方法大家可以明白吗？如果明白的话，来给我个 OK， 好不好？Okay, 好的，谢谢大家的回应。好，那大家看到这个荧幕的话呢，就是我们的皮肤人体测试，我们的研发团体出来的测试效果哦，有超过400%的人说用了这八个星期的疗程过后，他们的皮肤更加变得光滑，然后亮丽，顺滑柔嫩。然后呢，有100%的人说皮肤都变得很顺滑了。很顺滑了，它主要就是让你皮肤变亮丽、变紧实、变顺滑、变紧实。OK， 那么这一个产品就是可以改善细纹、结实皮肤，还有呢有斑的人、色素不均匀的人非常适合使用，而且八个星期就可以看到功能了。OK， 好，这是我们的皮测试效果，公司研发出来的测试效果。OK， 好，八个星期就可以了。所以有些人问你，我想要快点看到效果的，很心急的，那你就跟他分享。那主要呢，先要了解他的这一些迹象，后面会跟你讲，了解对方的迹象。我们先来看刚刚我们公司做的这些测试哦，这个照片的对比，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哦，他的脸部本来他的这一边有这些暗暗的这一些斑点 ，OK， 这里淡化了，然后呢，这一些细纹比较纹路啊，皱纹比较深的，这里也比较淡化了。然后还有这一个地方哦，本来呢它是皮肤比较没有光亮光泽感，但是这边呢皮肤比较光泽感，然后纹路也减少了。OK， 好，然后呢这一个呢是比较毛孔粗大的人，好，这里呢它的肤色也比较暗淡，八个星期过后它的皮肤就比较亮丽，毛孔也比较变得细致。OK， 好，有些人是不但会看照片的。但是鼓励因为这个产品哦，它不会马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看到效果，所以你需要用补光灯或者是在同一个角落同一个灯光底下拍回那个地方。如果你想要改善斑、改善你的皱纹，那么你就去拍那一个，就好像是一个图片所示，你去观察你的改变哦，好像这些皱纹的地方，我们的嘴角纹的地方，看到吗？它的改变都有所差别。所以呢这个是同个角落同一个灯光角度去拍摄是很重要的。鼓励大家在用这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拍照起来，多个角落，特别是你想改善的地方。Okay? 好，那这一个呢就是另外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些人群哦，就是 before,OK, 他用了他的八个礼拜过后，你看到他的那个改变 ,OK, 他的差别。Okay, 然后这一个的话呢，我这一张看起来的话，你看他的眼周这边哦，他是有一些色素的，但是我觉得他连眼周这边的色素都有点淡化了。然后他的这一边也有很多那种雀斑，然后这里的雀斑也是少了很多。然后这一个的话呢，他有很多这一些黄褐斑，圆圆的一片一片的。然后这里呢看下去是淡化了，然后本来他这里有一个很深的，这里淡化了，针对有斑的人。OK, 好，这是它的差别咯， skin tone, 这个是在它的 skin tone 方面的差别改变。OK, 好，这一个呢是在它的 skin tone 跟顺滑度。OK, 本来这个皮肤还没有用之前是容易泛红的，但是在用了八个星期过后，你看皮肤变得均匀了，不容易变得泛红了。
这边呢也是有本来肤色不均匀的，但是用了过后呢，它皮肤更加亮丽的，看到吗？更加亮丽的 ，OK， 比较顺滑了 ，OK， 好，所以这里呢，如果你要跟大家、跟你的朋友 sharing 的话呢，或者是什么人可以用、不可以用啊，你自己可不可以用啊？就是在怀孕的妇女、计划怀孕的女性或哺乳的妈妈，那么这一个呢就避免使用，避免使用 ，OK， 好，那接下来患有皮肤失调或皮肤病的人。那种深显的人啊避免使用 OK， 家族有 病史的人啊，在做这治疗的人啊，皮肤病的人避免使用，或者是即将进行医疗，或者是他打算去做雷射 OK， 不管他在手术前后，或者是他对高浓度化学会有就是他有做过这种打 Botox 啊，做过激光的人也避免使用有做过全身麻醉的人也避免使用OK， 好，除非他讲一年前呐、啊，如果他说我刚刚做的话就避免哦，因为皮肤的身体的新陈代谢是需要时间的。如果他是刚刚一个月就避免呐、啊，如果他超过三个月或半年以上的话 ，OK， 啊，要看他的皮肤的那个状态去到哪里啦。OK， 好，那脸部他有做这个蜜蜡脱毛，也避免使用。嗯，还有有长期有粉刺皮肤问题的人也避免使用。OK， 好，那有些人群说哦，我因为有很多产品啊 ，serum 我在用这，因为用这个的产品的时候又不能用 serum， 我怕 serum 哦会浪费或氧化。好，这里给大家一些补充 knowledge 哦，不用担心，如果这一个 serum 你自己在用这，包括我自己，我想当初一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没有想太多，因为呢，我们的产品只要呢在用这。在它开罐了以后 ，OK， 一般上在六个月到十二个月，你用完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精华咯，如果精华是这个疗程是八个星期嘛，两个月嘛，所以你的精华呢，它是你打开来过后呢，六个月左右你用完它就可以了的，就是八个星期疗程之后你还是可以用的 ，OK， 好。所以这边呢，Samantha 有说，如果有做这个 COVID 疫苗，可不可以使用？OK， COVID 疫苗的话呢，这边没有特别的针对，公司也没有特别的交代。不过这个问题是很好啦，疫苗是针对我们身体的，但是它不是针对皮肤表皮的那种雷射啊 ，Botox 啊那一类型。OK， 那这一个公司没有 highlight 说不能使用，如果打了 COVID 不能使用，只是对皮肤，你皮肤有做过 treatment 激光打 Botox 那一类型就不鼓励使用。OK， 好。Okay， 来这里呢、大家不要把这个表流传出去哈，是公司做一个 market research， 因为呢我们要就是自己解皮，那么也让我们的消费群知道多么的这一个值得 ，OK， 我们用的多么的划算啊、我们有在 market 呢用一些不同的品牌去做 research，OK，、okay？ 好，这些品牌呢都是我们在外面普遍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是 SM 牌子，第二个是R 牌子，第三个是 D 牌子。好，这边呢都有展示了牌子的不同的那一个它的容量哦，三十 ml， 这个是十五 ml。那么呢，市面上的产品呢都是介于360到518，最贵的就是这一个 D 牌子的518，它比我们的容量少对半，所以 Mary Kay 呢是。介于在这一些产品，大家都是 retinol 0.5， 对不对 ？OK， 那么呢，它是介于在这一个中等的价格当中的，就是在这边中等的价格当中。所以呢，大家都是用的非常划算，特别是我们美容顾问，我们最少都可以省回30%，最高40%啊，所以是非常值得的。OK。好 ，Samantha 有说哺乳妈妈不能用，对，这里有提到哺乳妈妈不能用，所以 Shamin 你的 case 的话呢 ，OK， 等下我会再私聊你，跟你谈谈下你的个人状况哦 ，OK， 好 ，OK， 这一套产品呢，它的这个单售价格呢，它的 Retinol 四黄醇是389，那么这个 Calm and Restore Facial Milk 是239，它的单卖价格。但是下一个月呢，我们会有产品的优惠活动 ，OK， 它会送一个很精美的包包
啊。那么呢，这个产品呢，一整套的话呢，后面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哦，我把那个图片找出来先啊，它一整套的价格在后面我会跟大家分享。好，所以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知识有没有掌握到呢？有没有帮助到大家呢？OK， 如果大家有的话呢 ，OK， 可以的话，大家已经觉得哎收获满满。来，对了，谢谢米君给我多多的爱心，谢谢你们，好，谢谢你们 ，OK。当然，你有什么疑问，你都可以仍然留言在 chat box，OK、okay?。好，那事不宜迟，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棒子交给我们一位很棒的老师哦。这位老师呢，他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他本身亲身的经历就是作为今天他给大家最好的一个回馈和分享。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不会听说数据离我们很远，我们都会看身边的人到底他用的怎么样。所以接下来我要请这位老师，在他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些状况，他怎么样去 solve solution， 还有他透过其他人使用的这一些产品产生的这个效果，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和提醒啊。那事不宜迟，我们来给热烈的掌声，接着大家的掌声，刷一排掌声给我们的 May 资深督导，来有请 May 老师。May你好棒，May我爱你，谢谢大家的爱心，我来啦。怎么样，大家在上半场？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疑问想问吗 ？Before 我们 move on 下去的时候，如果没有疑问，你们就快打开镜头，我们要拍照先。那个 background 改搞了这样美，我们全部一定要拍一个大合照。今天很好哎，我们有两面呢，所以我不懂你们会在哪一面，或者有可能你们会重复，这样你们就stay 在那边。来宾们还是不能开的，美容顾问们不要离开先哦，我还没有结束哦，这是中场休息，给大家缓一缓，按摩一下。OK， 因为吸收很多，有没有那个哇？又说那个 retain 到 0.5， 可是又要用了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这样子，不要紧张，不要紧张。OK， 那能够开荧幕的大家呢，你就开我们大家有一致的这个 background 就会比较好。如果是放不到 background， is OK 的啊，没有关系的。OK， 那我这里会有两面，有可能你的脸会重复哦。我先念一念看能不能开，如果不能开，你们就 stay 着啊，至少有你的名字在那边。就是我看还没有开的。OK， 还没有开的美容顾问有 Brian， 然后 Annie， and then Vinnie， Chin Yap， OK， 开不到没关系， Angeline， SK， 细节 Tiffany， Shamin， 然后 Grace， 然后 Janet， Yap， Lei Guo， 哇，还有谁？Alicia， Alice， 我重复还漏掉谁吗？ OK， 你们就两面可能会有重复的人哦，所以你们就记得 hold 着就对了，最美最帅的微笑， OK。我们来拍一张照片啦，这是中场，等一下结束还有的 ，OK， 只是说给大家来呼吸一下，整合一下，我都该学好那个两个礼拜、七个礼拜、八个礼拜是怎样的事情 ，OK， 来，我们来合照哈，预备备 ，pose， 三、二、一 ，OK， 大家先第二面，有重复的人哦，所以你们还要 posing 啊，我不懂你在哪里的啊，来，读一次，三、二、一。耶、yeah, ，OK， 我拍了两遍了，哇，有重复的人，你们真是太适合了。我跟你们讲，你们的脸哦，证明这个 retain 哦，给你们带来一定很棒的 effect。OK， 事不宜迟，我就直接进去，不然我要进哪里？我直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接下来的环节。OK， 因为这个呢，我跟你们可以跟我多来互动，这样我才知道。如果真的是不明白或者想问，你们可以像刚刚顾问们这样子都可以问，来宾也可以问问题，或者你们要直接开麦克风都 OK 的啊。因为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老实说我自己是不明白的。OK， 我自己听，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容易记东西的人，所以我就是那种哈。第几个什么？第三个礼拜，第一个礼拜了，我就觉得很乱很乱，我就不敢开始。顾问们跟你们讲，不管是来宾也好哦，来宾或顾问们不要害怕开始，然后不要因为觉得我不清楚，所以我不敢开始。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多跟美容顾问们沟通，或者跟你的老师沟通啊，因为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OK， 那这一个刚刚上半段哦，雪儿老师帮我讲了很多四黄醇的这一个秘诀，就是叫 retain 哦，所以我也就。有一些 slide 可能是重复，但是我就简单带过，主要在后面。OK， 那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呢，
四黄醇也叫 AAA 醇啊 ，OK， 我希望我没有读错华语啊，它叫 retinol， 它可以帮助这几个成分，那我简单帮大家 recap 一下，可以抗衰老啊，然后它可以，你看哦，它可以帮助这个抗衰老，我要稍微讲一下，因为它可以帮助角质层的新陈代谢正常化，我们要记要听清楚哦，新陈代谢正常化，现在的人长期对着电脑啊。日夜颠倒啊，情绪不稳啊，压力非常的大啊， 有很多人可能遇到一些生活上或者工作上的挑战啊，其实真的会影响内在的新陈代谢，一点都不正常的。那这一个东西它就可以帮到它变正常罢了的 ，OK， 就是已经是很好，变正常皮肤就已经本身很漂亮了的。然后角质层比较厚，尤其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讲四十岁以上的人，其实。尤其30岁也是有的，其实都是跟我们的生活作息有关的 ，OK？ 那我还可以帮助我们增强这个角质层的保护作用，还有它可以储存水分啊。这里我要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应该因为我的顾问有哦，你们自己自认啊，你们有谁觉得说，老师我每天有擦很多补水了嘞？老师你每天讲我这个什么水什么，我擦擦擦，每天都擦什么都好干了，什么哎，碧海丽全部我都擦，是为什么哦？我做那个测试，那个皮肤测试 skin analysis 报告的时候哦，还是讲我缺水的，不够水的啊，有谁有这个问题的？来讲一下，讲我快点，不要在那边假假通宵。OK， 有谁有要诚实面对自己？九九第一个耶， yeah! 第一个最诚实的，还有谁？沈丽玲的，是在 Samantha Jasmine 啊，对，你看 ，You are not alone，OK，、okay? 我也是这样的，所以我的顾问们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一样的，正常。正常，因为这个就是跟新陈代谢有关，还有我们的那一个生活作息哦。明明讲敏感，明明你来这堂课太棒了。那个敏感是，等一下我真的哇，我觉得你们我以前那些上有27个美容顾问，太棒了。你们如果想要看我的，哎，我真的是很大牺牲。其实我考虑很久，不想要给大家看，我过不到我自己那关，但是我为了你们，我真的是豁出去啊。你们千万screenshot 就tag 我的脸一下啦，就 Oh my god， 我想象不到那个照片出去会怎么样。OK， 是我很在乎的一块，但是。为了给大家看到我真实的经验，所以 OK， 所以敏感的人一定要留下来，因为我也是敏感的人。我觉得我跟咪咪的情况蛮类似的 ，OK， 有可能我比你严重啊，在脸部来讲的话 ，OK， 好，那这个 retinol 就是会帮他美白祛痘印 ，OK， 这个祛痘印啊，有可能有人跟我说，老师这不是讲痘痘的人不可以用那什么什么？对，这个叫祛痘印，就是讲 provided， 记得啊 ，provided 你的那个痘痘是已经搞定了的，就是它不要是 70% 以上有痘痘，然后如果你还是在用这 clear 不歇的话，亲爱的回去那边啊，不要动 retinol 先 OK， 所以这个我还是鼓励大家私底下跟自己的老师沟通一下，因为我如果我今天这样讲27个人27个不同的皮肤，我无法一个讲完，所以这个祛痘印这边的痘印意思就是说它已经不会长痘了，剩下那个疤，剩下那个坑，然后很久了不知道要怎么办，这一个 retinol 就是时候来了，然后毛孔可以变细小啊，这是真正的 OK， vitamin A 你们可以自己去 google 它到底是什么好处，我们也讲了很多了啦哈。然后呢，这个就是它的 texture， 就是说你看到那个黄黄的那一稿吗？黄黄那一稿是什么？就是那个上面我要讲，你们看到我的箭头吗？这个黄黄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retinol，黄黄的这个是我们的 retinol， OK， 然后那个右边的那一个，右边跟那个下面的比较水水的那个白白色这样的嘞，那个就是我们的 coming milk， 它是好像水水，有点像如果有用过 hydrate 的人或者 oil free hydrating gel， 但是它比 oil free hydrating gel 更加好，更加水，更加好吸收，因为它是我们的 coming milk。coming milk 你们要记得啊，它不是洗脸霜啊，不是拿来洗东什么什么什么 coming milk 就觉得拿来洗脸，因为它的包装上面会写 come and restore facial milk， OK， 它会这样子写，但是它不是拿来洗脸啊，你不要吓死我啊， OK， 大家。真的不要笑死我，我们督导我们先是我们闹过很多笑话，但是没事，我们愿意 OK， 这就是跟大家讲说不要用错哈 OK， 哎，为什么还是跳等下啊，这个大家刚刚老师有讲得很仔细，我就不讲了，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好，所以这个呢你们可以很 proud 的跟别人讲，这个是 Dermacosmetic， you know from Mary Kay， Dermacosmetic product from US， 什么叫 Dermacosmetic， 就是我们的
skin health 跟 cosmetic beauty， 就是医美学到点来讲，就是美容院的产品跟医生界的产品，我们都合起来拿到一个拿捏，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哈。因为不是每个人可以随随便便去拿医院或者医生准证的东西来用在脸上的，也不是每个人可以拿美容院的东西。那我们这一个是已经有得到 official 的那个认可了的 ，OK， 所以不要担心啊。然后这个我也不说了，这个我也不说。这一个呢，我鼓励大家，如果是来宾呢，你就跟你的美容顾问讲说要那个每一个月、每一个星期、每两个星期要做的东西，那这样子也是有。然后我们在平台那边也是有写，那我每次都是按照平台的那个方式来去放的啦哈。刚刚老师有讲过，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啦，我鼓励如果可以大家一起拿到一起用，像那个 momentum 来，好像哦这个礼拜啊今天就到了我们做旅程了，我们就一起做，这样你就会很容易不会乱咯。 OK， 所以不要担心，不要觉得说哇这样的东西，只要大家一起或者你有弄好好 tracking 很好的话，其实它真的很容易，它比我的说用这么多什么 serum 什么东西更加的容易。 OK， 那这个就是一些真的是我们马来姐妹甚至是一些我们外国的姐妹们的一些见证哈。这个是他们用了第一个礼拜啊，然后第七个礼拜的那些改变很大差别。OK， 那这个是谁适合，刚刚是有讲过谁不适合嘛。其实基本来讲这一个不适合的人真的不能就不能哈，都 special case 的话鼓励大家找回你们的老师啊，或者真的有必要采取询问公司。 OK 啊，因为老师们其实我们都是有上过这个课了的。然后这一个我大概简单总结，但是前提还是要问回你的老师。 OK， 因为这一个如果今天是油性的人啊，他其实是很适合你的。因为油性呢是因为刚刚我讲咯，你的新陈代谢慢咯，有可能然后不会锁水咯啊，所以呢他真的是你的终身伴侣。 OK， 年轻的时候他陪你一起抗痘。 OK， 所谓的抗痘是就是当你已经有 healthy 的这个 skin cell， 他不会乱长痘。 OK， 那年老过后陪你一起抗老，多么浪漫的情人。 OK， 那干性皮肤呢，年轻的时候呢不是说不太需要，因为他讲啊，你看到后面啦，年纪大了过后可以用它来抗老，但是我问回大家啦，现在的生活我们对着这么多蓝光，现在的生活我们对着这么多的蓝光，那你们觉得我们是不是会很快或者我们很早就需要抗老，对吗？来跟大家讲一下 agree， 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呢你看，然后我讲的好像飞到快但没有人理。 OK， 对对对啊，要抗老啊。所以呢 dry skin 啊，干净的皮肤，干性的皮肤就是需要用的。其实我本身是干性的，所以我今年27岁，我也是有开始用了的啊，不要偷笑啊。 OK， 那如果是敏感皮肤 sensitive skin， 就是说你需要它 sensitive skin 有 different level 的哈，但是呢建议大家就是问回你的 mentor， 然后问说我的这个敏感是怎么样呢，可不可以给它变成 strong up build up 它的那个它的应该讲它的 immune 吧，我们 skin 的 immune， 我们 skin 皮肤的皮肤的健康。 OK， 简单来讲。 OK， 所以吼这个 A 层就是 retinol 它 maybe 会比较刺激，但是呢慢慢用让它 adapt 让它吸收，它其实是 OK 的。 OK 啊，好，有这个谁不适合的这个就大概都知道了啦哈，所以你们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 Then 如何使用这个大家也知道， Do not expose everything 都是可以的， And do not give up 啊哈，这个很重要， Do not give up， 因为有可能我们会 experience 到这样的这个现象呢。我本身就有两个症状，三个症状。OK， 我有三个症状。Me myself, I have three symptoms from here. Out of four, please congrats me. 快点讲，我帮你们经历过这一切的苦难了。OK， 所以这个就是以前哦，外国呢其实很早就有了，在我们的 US and Canada， 他们其实March 还是 February， 他们就在用这了的。2021年的时候，今年。OK， 来，我要玩 quiz 了。那些你们在哪里 ？I want to have quiz。那些我要 welcome 一下，我看一下大家还有在吗？你们还在吗 ？Are you guys here？Hi，Hi，Estefaniha。
we will use in Chinese but have dual language on the screen. OK, 你们准备好了要玩这个 quiz 吗？我有 quiz 要跟大家玩呢。是没有人回应我还是怎样？如果 if you ready, you write OK 啊。如果你 ready 了，就放 OK 啊。我要打，要你们要打起精神了。我要 quiz, quick quiz 啊。OK, 再讲下去我要绑起来 quick quiz 要变成 OK round one 噔噔噔噔。OK, start now. 注意啊，来注意注意，噔噔。OK, 来这个，在八个星期期间，我们可以使用去死皮或者任何的抗老品吗 ？During these 8 weeks of retinol, can we use any rich product? 哇、哦，看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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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no. OK, let's see. 3, 2, 1, 噔噔，哎哎，噔噔，no, it's a big no. 啊 ，it's a big no. Cannot use.Even though 那个 skin vigorous brus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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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然后 hydrogel eye patch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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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还有什么 biocellular mask, Lumimi black sheet mask,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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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So, 很容易的 easy peasy, OK? 就洗那几个就用很容易的东西就可以了。OK, next one, next question. pregnant lady, suitable to use pure retinol.True or false? 诶，为什么有 no 了？我讲 true or false， 我怎么有 no 了 ？True or false？ 啊，没有专心。False. True. Suitable. Repeat the question again 啊。怀孕的人或者计划怀孕的人是可以用 retinol 的。True or false？啊哈哈，噔噔 ，false is not suitable. OK， 这个是公司给的啊，但是有 special case， 你们 refer back to SD. OK， 啊，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If you plan to pregnant 啊，你觉得说，我想要在2021添加一个牛宝宝，这样子就不可以用这个了。OK， 所以这个要很记得啊。Next one， 哇 ，multiple choice， 太好玩了，If you experience skin reaction, how to handle? Choose one. Okay, I read first one, give up. Second one, don't give up. A, B, and then C is complain. And then donkey is keep quiet, I scared. Ah, wow, 大家很好 very good. Vinny 讲 no 是什么 ？Vinny 你要开麦了，什么 no？ Vinny, where are you? Why you write no? Which question you are? Where are you? Why got no one? Okay. 好啦 ta-da, multiple choice. 对了啦 D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Trust the progress. Why I say trust the progress? 为什么我讲要相信换肤疗程？真的叫换肤啊？因为下我再跟你们讲，我要 difficult round now. Are you guys ready round two? 我觉得我今天很好玩呢。OK 了没有 ？If ready 写 ready， 好像要跳舞了这样。你 ready 没有 round two？ come come 我老诶。OK， I like your spirit 啊 ，very good 啊。Ready go。OK， 好，这个是 difficult 啊。Very difficult. We have two product， 我们有两个产品，一个是。另一个是 What is that? The name? What is the name? Got two 啊，有两个啊，要写名字啊。Today retinol 0.5, we got two. Ada dua barang. Apa itu? 哎，没有回答 ，no answer 啊。Retinol 0.5 and milk facial milk. Retinol, okay. Only two.两个人，come and restore， 哇哇，这个很齐全 ，come and restore facial milk。对了 ，the first one is come and restore facial milk， and the second one is retinol 0.5。Bingo！ 啊 ，full name 啊 ，good， 啊，噔 ，retinol 0.5， and then come plus restore facial milk。Facial milk is not a cleanser 啊，不是洗脸霜啊，真的不要拿去洗脸啊，会吓死我的啊！OK， 不可以洗脸啊。OK， 啊，
太好了，我觉得你们的回答真的是突然间变精神起来，我的 chat box 突然间很多人飙上来 ，very very active 啊！真的以为洗脸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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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cannot cannot， 不可以洗脸。Facial milk is not a cleanser， OK， 不是洗脸刷。So it's okay if you don't get it right， or you get it right， congratulations， 是 OK 的啊。Just have fun because happy learning， OK， 还好你没有专心啊。Luckily you guys focus 啊。OK， now。This is a very serious part. No, very serious part for me, because it's 我们的 testimonial， 我们的个人体验。因为呢，每一个人的皮肤性质都不一样，所以经历的东西自然不一样。但是不要担心，你不是一个人啊。The outcome may be very. Don't worry, you are not alone. Why I say so? Now you need to remember please remember Wait, what got this one? Oh my god.Okay, ha, this is 这个是我们的首席跟执行的见证图，有我们的 SNSD Robia Huri， 你看他整个人那个黑眼圈跟那个肤色，他之前是很无神，然后整个就这样子，然后现在他整个呢比较有气色了的 ，OK， 然后我们的 NSD Suhaida。看他的皮肤整个之前一粒一粒到现在，你们看得清楚吗？其实 Can you guys see clearly? Because this one you can get it in e-college later 啦哈 e-college 应该是接下来下个月会出 OK 这个是我们大概给你们看的 And then 我觉得我要 pinpoint 的是这个 ESSE Gatlinda Gatlinda 他的那个见证也是很棒的，他很多痘疤ESSD Gatlinda she got a lot of scarI can say pimple scar, upper scar, it's on her cheek. So after 8 weeks, the different, wow. Only by using that one. The retinol, this two barang lah, and the step. And then also ESSD Janice, or, wow. Her, 因为我讲英文啊, oh my god. 讲华语, 讲华语, sorry, sorry, sorry. Okay, 我先讲华语先啦。这个 Janice 执行督导呢，她的皮肤哦，她很贪心。他很贪心，这是他自己分享的哈。他很贪心，因为公司叫他一个泵一个泵，然后放在 first week、second week、third week， and then 他放多多，因为他知道他的皮肤本来就有就是干，本来就是用了他用了 Mary Kay 16年，他就觉得哦，我用了 Mary Kay 这样咯，人家也没有什么人讲 wow 了 ，so 我就这样，所以我知道 retinol 很好，他上网。所以等到 Retinol 来到 Mary Kay 来到 Malaysia 的时候，他就按多多，然后就按多几个泵擦下去，然后 first day second day OK 了，到他 third day 的时候，开始了，他开始敏感，开始犯，这些症状是正常的哈 ，OK， translate， OK， from sharing from ESSC Janice or she actually been using Mary Kay for 16 years already， 16 years， so for her is like she know previously herSkin is very dry, it's very thin, and also like people around her used to it know that she's using Mary Kay, and then think like the skin okay lor, normal already ma, didn't have the wow effect. So she's when she know retinol coming to Malaysia, she become she know the benefit of retinol, so she become a bit greedy, which is she used two pump of the product. Company said starting first week only each pump for each product, but.ESSC Janice all she used 2 pump to 3 pump, which is more than the dose, the volume already. So first day okay, second day okay, but the third day it come out all the problem. But the problem is because all her old problem, because like I said just now, her skin used to be very dry and then peeling. So all the problem come back. Then she realized that she need to follow the guidance of company to make it.You know, follow the pump, how many pump ke, when to use ke, okay? 所以这个是Jenny 实行督导他分享的这个经验，就是说真的是不要贪心，然后不要心急，不要觉得说哇，我的脸皮是没有东西，我一看哇，这个底妆真的很好，我忍不住啊，我想要我就要去用多多。其实有时候多不代表好，是因为我们真的要给时间皮肤慢慢去修复 ，OK?然后伊利督导呢，你看他的皱纹细纹真的超明显，他下垂蛮够力的啊。然后他用了这个整个 firm out 咯 ，ESSE Louie her skin actually sagging， so when she use ready， even the lines are not that obvious ready， so far here okay
And this is why you can see 8 weeks. Even also got people got no effect at all. I mean, like, not effect, like, normal only lah. 也有一些督导们哈，他们的 feedback 是用了没有什么拉萨的，就普普通通咯 ，normal 这样子咯。But then after 8 weeks 啦，那个皮肤还是会比较提亮。After 8 weeks, the skin still very bright. Still, you, I mean, like even though she don't feel any discomfort, feel nothing during the 8 weeks, but then after 8 weeks, the full treatment progress, I could say, then the skin become very shiny. Even don't need to put any foundation, don't need to put any honey glow like that. Okay.我现在双语的分享，大家还想吗？其实，大家还想吗？我想问一下 ，dual language OK or too fast？ Vinny 一个 OK 啊，莱茵什么 OK 啊 ？OK 啊 ，OK 啊 ，Don't laugh me 啊，还想是什么？还哦还想 OK 什么不嘞啊 ？Ini sangat bagus 啊 ，OK now next。You can see, yeah, this is our overseas sister different also. Allow it's if like 40 and above, even can see better. I mean like visible different lah, but depends on skin type. Okay, 如果是说讲真的，我发觉比较年长的皮肤，真的是你发觉可能40岁以上的话，他们的明显度其实蛮，我这样看到大多数来自国外的对比哦，是比较明显的。啊，好像我27岁呢，我的 different， 像我后面再跟你们讲。那这个年长的他们会有 feeling 哦，啊，但是我们其实年轻还是可以尝试用，因为我们要的是自己的胶原蛋白 ，and 我们的皮肤可以有那个 normal 的那个新陈代谢 ，OK？ So no matter how old or the how young we are， we can still try because we want to boost up our own skin cell punya collagen。And also anti-aging, and also to help to balance all the metabolism of our skin. Okay, now next. Yeah, this is just different. You guys can just study. Okay, now is my time. Okay, this is me. Okay, I want to sing story. 这个就是我在2017年的时候 in 2017. I believe some may see this before, some didn't.Okay, this is, I don't know what this called, maybe, like, 生鲜啊, it's like the, you know, like, very sensitive, not the normal handle issue. And then, later on, when I'm in Mary Kay already, 2019, this is my different, okay? Semua guna, phone, iPhone ambil gambar, original, ini, okay, tak ada tipu, okay? So,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皮肤呢,是很,明显毛孔，然后油粒，应该是讲肉粒超多。OK, my skin have a problem where, even though you look maybe a bit nice lah, but then actually my pores are quite big, as you can see over here, and I have a lot of mouth seed, I don't know how to pronounce mouth seed all over my face, and I never go to any saloon or never pichi ka burger, no, never. I just put like that, so you can see a lot of small pichi thing.It's the sunbat, like 粉刺 like the 这叫什么？我要转语言。粉刺 is the sunbat, those whiteheads and blackheads, very serious one. Okay, so this is my skin, and then this is my week 4 progression. Where is my week 1? Okay, 是啦，打到嘛啦。Okay, this is my week 4 progression. So far, when I use week 2, week 3, okay.My skin very nice. Okay, 我用第二个星期到第三个礼拜星期的时候，第三个星期的时候，我的皮肤是超美的。Okay, 第四个星期还好，因为我的皮肤会很容易弹来弹去的哦，它会不稳的。My skin are super unstable. It will always keep on changing one. Okay, and this is the focus point. Okay.Thanks for my satisfaction. OK, 谢谢我为大家牺牲。OK, 我带大家跟我自己说谢谢。那时候我在八个星期的疗程之间，我不能做去死皮 ，cannot do exfoliate, and I do exfoliate only one time. OK, as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ce, if you can see, and I want to tell one more thing. During the whole retinol set progress, I'm cleaning my house.Saya catkan saya punya seluruh rumah dan saya pergi vacuum every day in my house.
OK， 我的家非常多灰尘，然后我在这个时候，因为 MCO FMCO 嘛，我在家大扫除啦，油漆啦，搬这个搬那个，像女强人这样子，我家非常多灰尘。然后我一有灰尘了，我皮肤已经有一些反应了的。When other habit got dust, my skin already start reactive already, got reaction already during the fifth week. Okay, beginning of six week also got some discomfort already. But I know because of the environment, 我知道是因为环境。And then I trust the progress, I trust the product, I continue use. And then on the week six, I do exfoliate. Please say congratulations to me, everyone.OK， 大家快来讲恭喜 ，OK？ 因为刚刚学校老师讲的，不要有灰尘啊，不要打扫啊，不要暴晒啊，不要做去角质啊，太棒了，我全部都做完了。嗯 ，I complete all. Say congratulations to me 啊 ，Yeah， I am your tikus 啊 ，I try everything 啊，because I don't like to listen one 嘛。Okay, 恭喜，谢谢你们，谢谢你们。OK, this is really a reminder for you guys.So, in my week 7 breakout, my skin breakout, can you see? 我在第七个礼拜的时候，因为我做了去死皮，因为我家里非常多灰尘，因为我做大扫除，所以我的皮肤呢是完全爆敏感。而且我的敏感呢，如果你发觉的话，它是不是跟我第一张图很像？你们记这一个啊，哎，不要记，待会吓死你。OK, 是不是跟这个很像？This is my first. Do you realize one more time? Do you realize my problem here, my sensitive skin here? It's actually back to my very first problem, but it's not so serious, maybe 20%. Perasan? Okay, ga? Boleh ikut ga? 明白吗？你们 do you get what I want to share? 你们有没有 get 到我其实想要分享什么？Boleh faham吗？ Okay.明白是不是？And did you notice the date is actually within this week? 13 and 14, my skin breakout. And today is just 18. 你们有没有发觉那个日期是这个星期的？13跟14号，今天才18号。OK? 那你看看我现在的皮肤，不要讲我有放 filter, 我可以拿掉等一下。但是因为真的我觉得这个 MacBook 不够清。Okay, because I feel that this camera maybe not so clear. It's okay. You guys think did I still continue or how I do? Continue or not? If you feel that I continue, then you write continue. If not continue, you write no. This 如果你觉得我有继续，你就写 continue. 如果没有继续，你就写没有。我已经遇到这样的状况。Okay, and I tell more on this.Breakout 啦，我更加仔细的跟你们讲，我这一个敏感，它是敏感到我整个脸紧绷，然后我整个脸肿，好像那个 teddy bear 样子，但是红红的 teddy bear， 然后我的眼睛也肿，我没有擦到眼睛哦，但是它的肿影响到我眼睛肿，然后我眼睛里面红红。OK, this sensitive breakout, this past few days, my experience is my whole muka bengkak.And then until my face also broke out a bit. But I didn't blame and I didn't say it's the product. Please be clear. Because due to my environment, I do cleaning. And then I do exfoliate. All the don't do, just now I mentioned, all I do. Okay? So it might be from anywhere. So you guys say that I continue. Yes, I do continue. Even though I feel like, I don't feel like take photo and I don't want to, don't want to show. Even though 我觉得我其实讲真啦，这段期间我还蛮自卑的，就前几天罢了。OK, 我完全不上妆，然后我其实就是，那个感觉很伤心啊。伤心是为什么？因为我伤心不是因为我的皮肤，是因为我感受到原来在外面如果有皮肤状况的任何人，不管比我好还是比我糟糕啦，其实他们真的很难受。就是我觉得很感恩有这个机会让我去真实的去体验，不再只是讲。OK, during this few days back, I feel sad, but my sad is not because of my skin, of course a bit lah, but then I feel more sad and I truly understand if someone having skin problem,
it's super discomfort and then super low self-esteem and they are like totally upset, totally sad lah. Okay, I can say like that lah. So I'm really thankful that this progress let me go through all these things. I appreciate that because when I know more, when I feel more, so I can understand those people having skin problem, what, how they feel and what they want. Okay,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 Vinny 讲 sure you will not give up trying. Okay, the next one is today, just now, see I wear the same shirt. Okay, this one, same shirt. I take the photo. Okay, it's much more better already. Even the red business, you see here, all the red here, itat like that, area, and then now become like that. And then the skin come back already. This one, no filter, okay or not? So far, like that. Why suddenly I feel like I share this one, everyone like so sad one? 怎么我感觉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家好像很安静很伤心的样子的? 喂,是什么? 哇! 讲得啊,讲得啊,不要被吓到, don't be terkejut, because this is things that I go through, but like up to today, my skin are very healthy already. Very, very healthy. Today is my 7 week, lah, 7 week a bit long already, because I stopped for a while. Okay? 讲得. Okay, so, what I learned is actually belief. Okay? No matter how, because, said we'll have some problems, some only, not all. Okay, so 我在这里学习到的呢, 其实就是真的要选择相信, 而且要了解自己的皮肤根源, 不要去害怕, 因为公司有讲, 有可能我们会包痘啦, 会脱皮啦, 会整鲜啦, 会什么, 一大堆问题,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公司还要研发这个东西, 没有可能一个公司啦, 会出一个, 一种产品, 然后让你有问题, 然后要知道很多问题,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产品的, 所以他之所以会坚持这样做, 然后一直在很用心的教导我们, 怎么样做, 怎么样用, 就是因为产品真的是有它的效果, okay? All I can say over here, there is no company that they're gonna spend a lot of money and they come out the product that have a lot of issue and might create some negative impact to them. They're never gonna do that. So what it's during this progress for the education. I mean, like what I get during this progress is actually we need to learn to believe, okay? And you need to understand your cha bang. What is your main problem before Mary Kay? Your skin problem. What is your main skin problem before Mary Kay? Don't just blame the product, okay? 不要只是讲产品. And then don't be afraid. 不要怕. Ask your mentor, ask your company. Don't just like straight away you put on the judgment. Like, oh yeah, no, 明白, like this one, no, not good one, no. 不要这样子了,就是不要直接下定论了,这个是我自己真实的感受了, OK? 你们请你们忘记掉刚才我的照片, please 记得我现在的脸就可以了, OK? Semua sila lupa apa berlaku tadi, itu kulit, bukan saya, remember me now, OK? Remember me. So this is the progress that actually I do feel excited at the beginning because very pretty and then very nice and then become like I got a big breakout and then getting serious and I how to say that, bunga the whole thing and then until now, okay. So 这个过程中我从一开始经历我的皮肤, 哇,我还跟学员老师讲, 第一个,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 我的皮肤很花,然后很美, 这样看上去那个脸, 哎呦,真的是很喜欢, 然后我就跑去那边打扫家里啦, 然后又去那边, 什么,有时又忘记擦防晒一下啦, 那时候我还不懂蓝光的严重性, OK, 我承认我也是这样子的, 然后过我还去做祛湿皮, 觉得说应该一次不会怎样吧, 应该OK吧, 然后太好了, 一次我就中了, OK, 我就中了过, 然后我就开始, 经历了就是脸敏感啊肿啊不舒服啊到过后期的时候就康复然后变好所以这整个过程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但是至少啦我真的是知道说我的那个皮肤到哪里 OK this I didn't say that this might happen at all of you OK but it's on me so all we know and all I get is mindset and I know my own problem. My skin before Mary Kay memang like that one, okay? So it will come back to the thing because it try to boost up and try to go to the very deep to repair my skin, okay? 敢挑战是不是? 细胞更新还不够稳定, 对, so my skin cells still not so stable but actually it's still catching up, lor. But for me, I never afraid and I betul-betul buat
I just do it. Don't scared. Okay, jangan takut. This is what I, this is what my feeling lah, huh? And this is just now Cheryl 老师SD Cheryl share about some SOS product lah, some. Okay, please get back to your SD as well. Okay, 这一个就是我急救圣品。不是叫产品，我叫圣品啊、哦！你看我整个半打的 naturally oil 都跟他 muscle scaly 啊 ，OK， 因为真的是他连我身体都可以擦 ，OK， 我的人的敏感哦，我忘记讲，我连敏感到我全身都敏感，手脚身体颈全部敏感 ，OK， 不是因为你天哦，不要害怕，我本身的皮肤就是敏感的 ，OK，I、okay? forget to pinpoint one more thing，my sensitive skin is not just my face，my whole body。My leg, my hand, my everything, but not because of the retinol. It's before this, my skin memang sudah sensitive one, super serious one. I see doctor before, cannot recover. Okay, anything I try cannot recover. Okay, 我试过很多，看过医生，全部没有用了。所以我后期是用 Mary Kay 的产品才好的。后面后面 blah blah. 刚 I use naturally nourishing oil can help my whole body. Like I can drop, so I buy half six bottle muscle also. Okay, and then during this period.When I break out, I use my routine. Okay, do you guys want to know my routine? 你们要不要知道我用了什么？就是我在好像你讲嘛，哇，妹老师你的脸这样红这样肿，你这样用哦啊，会吗 ？You guys curious or not? Like what I use? Like what SSD 妹 your face are bunkered. 你嘛讲 how you use or what you use or you want to know 哦I use like super easy and basic one. SD Cheryl just now already share. It's actually I use F2 cleansing milk. Before this, at the first and second week, I use Lumivi, no problem. But until my breakout, I change already. Okay, 第一支我用的是 F2 cleansing. F2 cleanse botanical effect. Okay, and then after I come out, second one, freshen F2 botanical effect also. Okay, F2.Naturally cleanser boleh. Naturally cleanser inside got one chi kek punya ye. 要讲什么嘞？sangat wow punya. Okay. So if can don't laugh at me Okay. I cannot turn really. So naturally cleanser I never try before. But if you want to do a frankly sharing, tambah air. Okay. When you cuci, please tambah air. Jangan ini macam cuci. Because this one 里面好像有柠檬对吗？如果没有错，就是它会有一些。皮肤如果不平衡的话，会有一点小小的感觉，一点点，一点点 ，OK。Naturally cleanser inside got one much lemon something new ingredient. I forget the name already lah. So if you want to use can, but advice to keep on tambah air. Even like massage cuci, while you cuci you massage tambah air for naturally cleanser, OK. I just share you my effect my routine lah. Botanical effect F2, OK. As my sensitive skin, I can't use naturally cleanser. Yes, SD Cheryl also share cannot use.Naturally cleanser. For me, I never try. Naturally cleanser, I never try during retinol. I never try because my naturally cleanser finished already before retinol. So I didn't know if I mix with retinol how. But my advice, better botanical. Yeah, more gentle, serious. Botanical 真的会比较好。它是可以治好白肿。我可以讲很多皮肤都可以治好。Botanical F2 it's.It's God, I can say. It saves super a lot of skin. Serious. Okay, don't laugh again. Okay, so I use F2 cleanse, then F2 freshen. Same series, botanical effect. Then what I do, I use exactly the same as you can see in the photo. I mix intense moisturizing cream, and then I make one or two drops of naturally nourishing oil.Itu macam saja. When I didn't use retinol lah. If I use retinol, only tambah in between lor. Okay, tambah before I use this intense. And do you guys have question? Why I want to ask you question? Do you guys have question? If I use oil-free hydrating gel, boleh kah? 有没有人有这样的问题？哎呀，我讲话有忘记了。刚刚我说我用了F2 的洗脸霜，然后用F2 的这个 freshen， 然后出来我就用这个小小粉，就是 intense moisturizing cream， 然后掺我们 naturally nourishing oil 几滴啊，然后过我就拿来这样擦擦擦擦脸，整个脸就很舒服。意思说这个 bug， OK， that's a question from Suzanne asking that， meaning this 8 week cannot clean， cannot 煮鸡 apa？Cannot cuci tandas, cannot clean ah. A very good question. good. Wah, Bini say good.
one reason for us to eat snake 啊，假抓啊，一定是个 bagus 啊。No, yes I can. Oh, if yes you cannot. Okay, okay. So far my dust because I do 大扫除。Okay, 我来我参加，我是做大扫除。我做大扫除是什么？我大扫除我的家。Okay, I do like a really.Like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Chinese people will clean the whole house. Ah, the itu apa punya taba-taba punya habuk ah itu walau all I clean. Okay, I do very extreme one cleaning. Not the normal vacuum like that. I vacuum also. I vacuum the very tebal punya dust. I vacuum the dust will the whole thing very tebal one.So, I think, okay, my advice for Suzanne, if you sit only normal like that, if your area not that much of dust, still okay. Mine is getting super because I go and chart, you know, I chart my house. 我油漆会怎么样？很多 spider webs 啊，然后那个什么 webs 啊，然后我就真的拿下来，是很多灰尘，它会掉下来在我的脸上。Okay, this is very very serious for dust. Please don't ask me my house for how many dust. Okay, don't. Ah, yeah, yeah, yo, Winnie, shh, I said don't ask already, cannot say. Okay, yeah, 我因为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大扫除，我是做大扫除的级别，不是平常的扫地。平常扫地还 OK 啊 ，OK， 我就 secret 了咯。哎呦 ，finish，OK， 不可以 ，OK，so、okay? that one is very I me myself if I try I want to go extreme one I go level 10 one, I go extreme one. So you see, I go and challenge. So I challenge to exfoliate mask lah. I go and do spring cleaning lah. I go and do what I didn't sapu sunblock lah. Okay, very pandai kan? Okay, so don't learn This one no good one我跟你说，我是非常的棒的。为什么？因为呢，我喜欢亲身体验。好，别人说啊，不要灰尘，我就去把它大扫除那个灰尘。别人讲要记得擦防晒，我就不小心跟他忘记。然后别人跟我讲不可以去死皮，我就选那一次做死皮去死皮，然后我就来了。嗯，那年就 break out 了。OK， 所以我给你们最好的示范就是不要学 ，don't learn。OK， appreciate you， thank you， yeah， I try for all of you。OK， please don't do like me。Okay, so it's not bad. But then, okay, back to the topic. Retinol is still very good. Just is I want to try, I want to let you see. Okay, so retinol is still very good because the recovery is very fast. Recovery is super fast. When my skin are stable already, you see, only few days, 4 days only. 4 days, my skin different. 4 days, I have the 抵抗力叫什么? Metabolism. My skin have the metabolism already.Okay, only 4 days. Imagine if you have like that, you bunk out the whole face like a teddy bear, like a red colored teddy bear, and then you become like that after 4 days. So this is the power of our skincare, lah, okay? Although, because retinol, it wake up, and then also the things that we use, this nourishing oil, helps, lah, okay? 所以我想说，其实真正我想表达的呢，是 retinol 这个产品，它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皮肤的，因为那细胞恢复非常的快。你看看，短短4天呢，我从一个红红的熊，整个人肿肿，眼睛小小，然后过后4天过后就变成这样的样子。然后其实retinol 真的帮我们唤醒我们皮肤的细胞，还有就是后续我们做这些简单保养，你不要说老师我可以用 serum 吗？老师我可以用这个吗？老师我可以用那个吗？真的，如果你要用，请记得我 ，OK？ OK。So all these things I do, and I want to bring out a message is if you want to ask, teacher, why I cannot do this one? Teacher, why I want to do this one? Teacher, why I want to do serum? Teacher, I want to do this one. Why cannot do? It's okay. You think of me. Every time if you really want to do, you think of me. If you feel like, okay, I want to go through together with teacher May, then I do.OK， 亲爱的，如果你想跟我一起经历我所经历的东西 ，OK， 你想要感受一下我的感受，那请你做吧，这是不能做的东西 ，OK， 所以请你们记得我的故事 ，OK， 我把我最丑的一面给你们看 ，OK， 我很少放出去，我连我的social media我都不放 ，OK， 就是给你们看 ，OK， if you want to do and become like Mei Mei teacher， you want to have the red bunk up on your face like a teddy bear red color OK 咯 ，then you try 咯 ，OK。Okay, so any questions so far? Any question? 有什么疑问？有什么疑问是什么？有什么疑问吗？到这里，我分享就到这里啊。给我 open Q&A. Any question or any feedback? 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刚刚我的分享那些全部，那我就要点名了。If not, I want to thank you, Namasura. Understand clearly. Wow, thank you, SD Fariha. Anyone has start trying using, I think trying, trying this one. 有没有人开始使用了的？有吗？有吗？ If start already, then you say yes. Not yet. Don't scared, Don't scared, okay? You have a real life example over here. Please don't do the don'ts, okay? Not yet. Brian, wow, Brian, if you do, I want to, 我要去抓我的妈妈来用。Not yet, it's okay. It's okay. You guys should try, because this one really got the, really can see the difference, 真的是不一样。It's normal, it's not a skin care, I can say. It's more on really like a dermal cosmetic, okay? Dermal cosmetic. Combination of doctor punya pangkat and then dengan salon punya treatment, dua-dua sekali. Maybe I can say treatment, but it's also doctor punya, you know, the technology thing lah in this two clinical solution product, okay? Already bought it, but don't know how to use it after. But after the discuss, we'll try. Okay, Ken? SC Fariha, if anything, you just refer back to your mentor. Or you can ask me lah, I'm your mentor. You ask me how to use all the product or any question. So far, any question? If no question, can someone give me feedback? I want the bangu number already straight away. Regine, are you here? Regine, 有在吗？ Regine, 你可以给我回馈吗？刚刚两位老师的分享，你有收获到什么？哎 ，Regine, where are you? 用了过后需要隔多久才可以怀孕？这个问题，OK, Regine is OK。等下，我重整一下，等下上面。但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用了多久才可以怀孕？问题是哦，我怎么知道会不会怀孕？就是，我开麦讲话可以吗？可以。刚才不是说要 planning 怀孕的人不可以用吗？这样子是要多久呢？假如是可能年尾，那个人年尾才要planning 怀孕的，现在距离还有6个月，这样子他现在可不可以开始用先呢？可是哦，那个六个月哦 ，I mean like OK 啦，不要讲产品先啦，就备孕期间是，你不是要一直try。You know, 你要 get 你的 body ready 嘛？这样子的话，这段期间其实也就是算是备孕期间，不可以用啊。这个期间算是备孕期间。那备孕期间刚刚是讲不太能用嘛？我还是取决于那一个人，或者是要看他真的是他的 individual 的那个怎样讲他的状况，还有他要询问他的医生各个方面的。其实，因为如果你问到我这一个的话，多久可以怀孕？这个我答不了。明白啊，就是我想带出来的观点啊。如果他真的是你刚刚你这样讲，简单来讲，如果他在备孕期间不建议用，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产品，那就不建议还有 retinol 了。嗯 ，OK 啊。备孕啊，因为讲真，他说如果他们怎么样的话，我们担当不起啊。嗯 ，OK。谢谢妹妹老师。不客气。OK，I do a recap first. Just now, Samantha asked that, use how long only can pregnant? I mean, like not to say use how long. I try to arrange back. It's to be simplified. If people ready want the grad ready for pregnancy, so advise that don't use. Because we never know when you dapat okay akan pregnant, but better if you have that planning that you want a child, you want a kid, you want to get pregnant.So my advice is you are considered as the, in the progress for pregnancy, so you don't use retinol. There's still a lot of product, skincare in America can use one. Okay? Okay. 刚刚Min讲什么？相隔多久是什么意思？ Any question you can comment or you can book up mic on the ask me also can. 相隔多久是什么？然后雪儿老师有讲，其实状况是荷尔蒙的改变，皮肤不稳定。Okay?So far it's like that, lor. And okay lah. I want to invite Celine and Linda to do Celine first, then Linda to do recap. How you feel on this whole retinol brand new product? How you? Apa rasa? I 没有看麦 Okay. Apa rasa? What you learn? What you learn today? What I learn from both SD sharing.
today I learn more about this product 咯。我也 laughing， my 妈妈 laughing， 不好意思 ，OK。Yeah, first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product about ma before, but then now I know more lah. Yeah, know more about the product knowledge, yeah, about this new launch product. Yes, new launch product. Okay, so you have the idea. Why you keep on laughing? I don't know. Do you have any wow effect? Cause my mama laughing, so I laughing also. I don't know what she laughing outside. Any wow effect, or you know who to if people ask you, you know how to answer, bro. I can lah, 不错不错啦 I can ask you also, ma, like. Oh wow! Of course, everything we do, we share here. Okay, for public. But of course, if you have anyone, all of us have any individual or any like customer not sure, always refer back lah to mentor first. If not, your mentor will also have company with us lah. Okay, 来 Linda， 你今天收获到什么？这堂课，我们两个老师的分享，印象深刻啦，就印象深刻的点就好了。印象深刻，因为之前我就不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所以之前妹妹老师跟薛洛老师讲啊，我不能够用那些刺激的产品啊，我们那个泡泡面膜啊，不能够用啊。我和舍利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不能够用？他们在做 treatment，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treatment？ 是不可以用的啊！所以现在他终于那个答案揭晓了啊、原来就是这样。所以简单来讲，这个就是类似像焕肤的产品啊，对我来讲啦、类似是这样子，焕肤的产品也是要擦防晒啊，要很小心啊。不能够用那些刺激啊，那些磨砂的啊，底下它会，因为你在换肤嘛，所以你用那些什么磨砂啦，或者是碱性的那些面膜什么它会更拿走你的那些皮啊，所以你的皮会越来越薄，是吧？所以就会对，所以就会很刺激咯，会出现很多状况啊，所以就。他的那个他的那个说明来使用，对 ，OK， 谢谢 Linda 的分享，哇 ，Linda 分享很 deep，Linda 的分享 very good， OK，recap translation sharing from senior BC Linda just now she said that she know about this， finally know about this retainer product because before this she keep on heard that me and SD Cheryl we are doing some kind of treatment with it. Like what kind of treatment is that? Then somebody cannot use bubble mask. Why cannot use this? Why cannot use that? And then now they know because the reason behind is like this we can say to be simplified it's a progress of renew our skin like snake ah. We renew our skin from ourselves. Okay, so that's how if this renew process if we put any scrub any bubble mask any massage it will actually damage it. And you will make it thinner, so your skin even irritate. So that's why it's very the whole progress. I'll just stay together with company, okay? And then 刚刚我看到一个问题，就是Angeline 讲的。Angeline， 你还有在吗 ？Angeline 呢？下我找一下。Angeline， it's okay. Angeline 刚才有讲说感觉很看到有一个东西，他讲什么？感觉很复杂，不敢用类似的东西，对吧？feel very scared to use because seems so many 禁忌。don't worry guys, okay? 这一个禁忌不是叫禁忌，就是刚刚我讲的，我给你们看的是不是要吓你们，是给你们知道有可能你或者你不会或者你的顾客或者任何人有发生这个状况，但是后果是什么？就是我持续用它去，我会得到什么？明白吗？不要只是看现状啊，不要只是哎呦用啊那个长了，又不可以啊，不能用啊 ，stop。No， 不是这样子的 ，OK。That's a question from Angeline just now. She said it seems very scared to use because like very many things to take note, many things to be careful. But what I want to share, my own experience of using peeling and then bengka, why I still want to use? Because first thing, I trust product. And then second thing, I trust the process. I keep continue, no matter what, continue. Because many people just stay there like when they don't say retainer or what, like if maybe there's some
some group of people when they see some pimple, oh, cannot. Oh, your product not good, pimple like that come out. Oh, yeah, cannot. No, if they cannot accept this one, how they can accept the natural thing, natural skin cell from themselves to build up and to boost up, okay? So this is the progress for us to, you need to go with the progress. There's no shortcut that you just, you know, you just pat, then suddenly you are very nice. So if you say, I do laser, lor, I do all the very nice, so I didn't compare, but the thing is, can you like really consistently do it? Now, FMCO, how you do? Okay, and then how to get the very natural ingredient without any suntik. People say, I want this one, I go and put Botox, upper Botox. No, there's no right or wrong. But then now, imagine you can use only product, it can help you to get that result already. Tak payah Botox sudah. Okay, so 这个东西就要跟大家讲说，思维啦，就是说我们要选择相信，还有真的是持续跟着，因为 Mary Kay 的产品真的不是说随随便便去给你的。那有些人是情在于觉得说，哎呀，我长了一粒痘，你看有些顾客还有长一粒，不能接受你们产品就是这样子的。其实问题就是在于他根本看不到他自己本身皮肤有问题，这样你都不去面对，我们要怎么样把你焕肤，把你的皮肤自己本身的抵抗力带出来嘞？你想想哦，如果他们要用自己皮肤的抵抗力，外面高科技啦，你可以讲有钱人他们可以去做 laser 啦，我有那个 maintainer 那我可以去，但是他们都是要动要打针啊，要那些 maintain 等等，或者很高。但今天我只用两支产品，可以让我皮肤自己里面哦，八个礼拜哦自己 build up 上来，它自己健康。我可能以后可能以后的世界我根本不需要用 serum， 以后的科技。但是我给大家讲，这个就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OK？ This is the improvement and the how to say that upgrade and the high tech of our industry. You can say maybe in future, not to say here, like maybe future people just use few product and then the skin like really like after surgery really very nice already because of the high technology. So if we don't accept and we don't like, you know, move on and then we trust everything, how can you expect to see or to get the nice result? Okay? So this is, I doesn't matter, I just want to pinpoint this one. Because this one, I face a lot of people say, wow, teacher, my customer say here got one pimple, here got two pimple, I don't want to try the product. Wow, then how you expect me to repair your skin, okay? This is a progress, no matter it's a retinal or anything. Okay, so die must finish. Okay, so so far, ok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with us. Before that, Sean 老师，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Or any other question or any last thing before we do a final photo, then we can say bye-bye already.Okay, 好，谢谢麦老师的亲身分享，还有大家的问题哦，我觉得都很棒，因为不明白的就是要去问清楚啦，因为东西用在自己身上的确是要了解的。那么其实简单来讲，这个疗程的话就是你不靠别人，不靠医生，不靠美容师帮你护理，你自己帮你自己。那么主要就是简单化来用，就是让你自己的细胞可以有这个新陈代谢，自我新陈代谢的功能，跟打疫苗的那一个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你有了这个抗体以后，你就皮肤你的身体就会很 strong， 就不容易老化啊。那么主要就是那个成分它会有引起，因为皮肤第一次接触到那成分，每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我和妹妹老师皮肤都属于比较 sensitive 的，所以很多人会 sensitive， 很可能先让你们懂这有这样的迹象是很正常。那么只要持续用，因为产品能够帮助我们叫做什么，减缓发炎，我前面有讲的减缓发炎，只要你们 go ahead 用回去，那一两粒都不要理它，照用，它会自己细胞，我们自己人体会做工。然后总结就是这样简单哦。然后至于那些什么不可以晒太阳啊，不可以打扫啊，其实是我们皮肤是在那个过程啊，细胞更新啊，我们的皮肤在更新着的那个过程哦，那么很可能哦，它会比较脆弱的，因为它换掉那个旧的细胞嘛。所以如果你接触到空气灰尘，尤其是我们人体为什么会像这样敏感，就是空气，那么呢就会有引发到皮肤不舒服，其实就是让你们避免罢了啦。所以简单来讲不是很严重的一个状况，只要大家 take note 就平安无事了。所以最后我这里有分享一下这个下个月的 promotion。Okay, 它是这样子的。Okay, 这个 set 它有扣 10% 565，那么它送这个精美包包，哎，真的很美耶，很特别耶，白色的，很好看。然后每个人是 limited 可以买 the set。Okay, 这个是 for 下个月的 promotion 来的，所以你自己先抢购一套给自己，再跟进一下你手上有用这 Tamer Repair Tamer 3D 的顾客，或者是那些顾客一直跟你讲我很懒的，有没有一直打天下的？ Okay, 你马上跟他分享。
八个礼拜他会看到功效。OK， 只要刚才的那些知识掌握起来就 OK 了。OK， 好，然后呢，我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的话，我可以给你看啊。我之前的皮肤是这样的，很容易敏感在脸颊这边。Celine 有看过啊，我皮肤是这样，很不稳定，红红痒痒。你看哦，三白脱水到我的脸了，脸颊都会毛孔粗大的。可是现在我皮肤是这样子啦，稳定回了啦，就是那种泛红的范围越来越小了，我过敏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啊，然后现在是这样哦，然后我没有做任何去角质啦，然后皮肤我是 T 区混合性的，刚才的那张照片是在这些地方的毛孔大，现在是剩下 T 区哦，鼻子两边哦，嗯，它慢慢在工作啦，嗯，我觉得皮肤是有 improve 咯，所以一定要拍照你才会看到它的那个见证的改变哦。 OK， 好，这是我自己的补充啦，嗯，也谢谢大家乐意在这一个环节跟我们一起一直学习。嗯，如果遇到任何问题不用担心了，来找督导啊就可以了的小事情。OK， 所以大家不用花钱冤枉钱在外面啊，那么自己学起来，我觉得这样子是最安全最放心的。OK， 记得它不是药，它是产品，它是帮助我们皮肤细胞自己工作。你的细胞，如果你跟人家比，可能是未必一模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体体质、遗传、生活环境因素等等不一样，所以数据显示来说，大概就是在那八个星期能够帮助到你咯。OK， 好，这是我的总结，谢谢妹妹，把水给你啊。OK， 可以了，我打字好快。OK， so thank you everyone for your time, and can we take a final photo? You can just on your video, and if you can change.9 years. Oh yeah, I see. Sharon 老师 ，because Kak Farid 还有在这边，他不知道你简单的之前的故事。你是之前有敏感过9年对吗？老师，你没有开麦。Wait, I keep before the way, Mary Kay, yeah. Before I'm using Mary Kay product. Yes, I'm having 9 years sensitive problem. But after I using Mary Kay product.On and off lah, okay. Especially since last year December, because the weather is very cold, so I get back some dehydrate problem. It's not sensitive, dehydrate, easily getting itchy. So my skin will become like photo just now I show, okay. But now I'm using this product, my skin getting more stable. No more nothing itchy like very very like very like irritated. Yeah.Just before that, the area is very big, but now itchy, but a bit here only, but getting more and more better. Smaller part lah. Okay. Okay. One more tips also to add on lah. It's even though that we are using Mary Kay, no matter what product our own skin issue, I can say it's the main thing. Okay. Contoh macam previously my skin memang like this, so.Not that I use Mary Kay totally that the problem, but then even like just now as the Cheryl, sometimes the weather, sometimes we are tired, sometimes it is this and that, so that's why our skin become the problem come back on and off. But still, thanks to the product, the sensitive area reduced and also our skin improve a lot. Okay, we are not perfect, but at least we can see improvement. Ah, okay. Hope you get what I say. Okay, jom buka video semua. Kalau boleh tukar background.Tuka, kalau tak ada, it's okay. Now, 来，我们来拍照咯。Julie, Annie, Jasmine, Chin Yap, 细节 Shermaine, Grace, Tiffany, Jojo, Adeline, if can, then everyone take photo. Take photo, blah, buka. Samantha, 怎么你的人看不到，看到你的 background 吗？的 Samantha 不见掉 ，Samantha， 我不懂这种 一直看不到我的人。Okay, virtual background make you missing. Better maybe 你要关掉 virtual background 嘞。You try 啦，你try. Okay. Okay. Hi, two boy boy and SD Ferry helping you kids so cute. Okay, 可以好啊。好啦，你 Jenny 好了没？好了，拍照啦。Ready, 3, 2, 1, Okay, one more. Let me try this one. Wait. Let me try. I can say.
how many person in the classroom? Hey, cannot. Wait. Okay, again. Oh, I'm the tutor. Let's take photo. We're in the classroom right now. Ready? 3, Samantha, you are missing. 3, 2, 1, 3. One more. 3, 2, 1, 3. Okay, thank you. We are in the classroom. 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然后谢谢，也希望你们有收获。那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呢，持续在平台跟督导们分享。OK，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Today we 上拜心里。Thank you. Good night and sweet dream. Class dismissed. Bye.